同学们剧荒了吗？少女心无处安放了吗？没关系，一部偶像剧即将来袭了。由刘恺威、古力娜扎、孙艺洲、康宁、张扬果儿等主演的偶像剧《柠檬初上》5月5日在京举办了开播发布会。话说这是古力娜扎第一部现代偶像情感剧，而且首次演出就饰演一位妈妈，她表示压力山大。而被问到她是否有结婚生子的想法时，娜扎答道，我因为是大学去年才大学毕业，然后现在还是想要以工作为主这样子。除了妈妈角色让娜扎感到压力山大外，这次所有演员都是原音上阵。对自己声音不够自信的娜扎反而被一口港普的刘恺威用冷幽默鼓励了一下下。我们也一直在鼓励娜扎，所以她叫鼓励娜扎。刘恺威叔叔还真是一本正经的在讲笑话呀。话说5月2号是娜扎24岁的生日，借着发布会的机会，现场主演们还为娜扎补办了一个特殊的生日。被问到张翰有没有送上祝福时，娜扎甜蜜一笑。大家都知道张翰是偶像剧小王子，之前也是因为演出刘俊杰导演的《杉杉来了》而爆红。这一次娜扎做主角，是否也向男朋友讨教了一下呢？小编赌10包辣条表示这剧会火。5月9日7点30分锁定江苏卫视，大家可以搬着小板凳坐等了。